我是2020年3月入的学啊，所以你这个学校目前都还没有大一次线下课都没上过，只在这个教室里面考过试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学费很可惜啊？学费啊，这边学费很贵吗？像每个专业不一样，我的专业的话400多万啊，一个学期、已经这么贵了。对啊，我们这边设计系更贵，我有设计系的朋友大概500多万。我们学校的话奖学金也比较难拿啊。这个正门，这个门每周天会关。每周天，每周日，每周日是吧？是一个 campus， 然后那边过去是理科的 campus。哇，学校的话真的很漂亮。今天是周末的时候，但是这么多学生是有新生吗？还是他们是什么？应该是有类似参观之类的吧。我们学校就是最近还有下周也快要开校期庆典了。这边是宿舍吗？这个不是，这是 SK 未来馆，是一个比较新的场馆，是2020年建好的。这边如果毕业的话，你会回去吗？还是现在这边留在这边先工作，再看这边？我会回去。会回去是吧？回去，然后我可能会读研究生，就是读硕士。在国内读吗？我应该会在英语国家会选。这个是本馆对吧？本楼是吧？应该是。我记得我之前来的时候进去过一次。但是你去过美国英语国家吧？应该。我去就是跟着那种游学机构去那边游学过大概几十天，就是跟旅游一样的。也去了纽约，然后也去了加州，这边都去了。我之前也在那个纽约那边，就是读语言研修，读了2个月，就美国的那种建筑看了之后，然后再来看韩国，就感觉都很仿。我初中毕业就来了。你初中毕业就来韩国了？对，我在韩国上的高中。那你韩语基本上就跟韩国人没什么区别了吧？有稍许有一些区别，但是发音的话应该可以。哇，真的很欧式，它这个到底是仿的是哪？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哥特式还是什么建筑？学校真的很漂亮，你当时为什么会申请这个学校？有高丽大、延师大，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学。我比较现实。我看 QS 的。你看就是看国际排名的是吧？对，我看 QS。QS 当时排名是多少之类的？它一直在70上下。我们高中非常多的发表。对对对。他们高中是按照这个形式来的。对对对。但是，我在我认知里面好像，我知道的我们这边的高中，是没有类似于这种发表啊之类的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但是韩国高中真的非常多，反正是我在的这个高中，非常多的发表。对的对。所以说他们很习惯这个。中国完全是应试教育嘛，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适应了一年之后，然后后面就发现其实这个发表这种东西很锻炼人的嘛。对，它本身的话就是这种 conversation 之类的一些内容的组织啊，其实感觉反而是社会上最需要的能力之一。确实。比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可能更来的就是重要一点，我觉得发表。我当时也非常紧张，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在发表的时候，我同学跟我说，你怎么手都在抖。学生逛的时间长之后会发现建筑其实也都好像风格都差不多。是，那它必须得是一个风格呀。然后传媒是一个很新的大楼。传媒啊。很新的大楼，就是跟这边的风格不太一样的。传媒这边挺高的那个，等会儿应该可以看到。也不完全。你喜欢黑色系是吧？不，只是因为黑色上镜显瘦。真的。你很懂，你真的很懂。对，喜欢穿搭，喜欢服装方面的。我之前申请首尔大的时候申请的是服装系。但只不过没合格。我们前面走的时候是从这边上来的吗？好像是，但是没有走这一条道，在下面上来。我完全没方向感，这边这个是什么建筑？国际楼。这个是国际楼是吧？就外国学生的事情，就行政业务上面的这条道。真的很有这么一条道啊。这边这个是属于你们学校的地吗？这都是学校，这还有山呢、这学
校呀。这是学校，你们学校的山公园吗？后山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是这学校，我这学校好有钱啊，怎么还有一个山在这边呢？这边还蛮好看的，这边水是全部已经全部放完了吗？啊，这哦，仁村。仁村全追墓碑。仁村纪念馆哦，仁村纪念。还是以为，嗯。其实原来自己这条裙子是配了一条腰带的，嗯，我给它换了另外的腰带。这个蛮好看的，这个腰带感觉更搭整个就是风格。确实，但是，嗯，我也非常小，嗯，全部都穿一个牌子一套的，但是这个乔丹的牌子的裙子太贵了，没有，所以就还是。这边是体育馆了是吧？这个是吧？这边下去是体育馆了是吧？等一下，体育馆呢？这是啥呀？我丢了题，这就是我的戏。你的戏？对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就那个楼是吧？挺老的。嗯。这个楼好有年代感，好有感觉啊！这个楼。学生会馆是吗？哦。嗯。嗯。里面有一些自习的。这样一圈就逛完了是吧？差不多。嗯。虽然它是欧洲的这种建筑。嗯，其实是从宗教来讲，它相对是佛教的，是吧？它这边有三塔。啥？三塔？三塔。三塔。就是三的塔，然后这后面也有一个寺，嗯，叫开运寺。开运寺。对，在安岩那边，所以它整个学校它，我们有关于佛教的课。天啊！但是像延世大，它是好像是基督教的课。嗯。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。属于偏佛的，嗯，学校虽然建筑看上去不是，嗯。